歡迎大家收睇週末大世界，星期六晚上大家好，阿怡你好，大家好，阿 Ray 你好啊，係啊係啊，咁啊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咁今日星期咧有冇有一啲喺政治方面啊，有一啲社區方面，仲有一啲咧係關於我哋世界電視新節目嘅消息話俾大家聽。啊、其實上個星期咧已經介紹過啦，就係我哋嘅美洲中華美食頻道噃。係啊，咁啊聽到咧個名字已經知道係同食有關噶啦。咁啊呢個頻道咧就係會係好受歡迎咯。我知道一定會係，係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即係個個人都中意食嘢噶嘛，係咪先？講緊食嘢就會開心噶啦。咁除咗即係話，除咗係食啲咩之外咧，呢啲 show 特別好似講係好似教人點樣煮嘢食啊，點樣去食啲對身體有益啲嘅啲餐啊，等等嘅。